你好，好久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了解一下，你是车灯坏了。好了，下次记得修了哈。那有喝酒吗？没有。没有喝酒了，那你帮我口罩脱掉，再戴个，稍微轻轻吹口气就好了啊。轻轻吹。你有喝酒？你有喝酒吧哈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喝酒的？哎，你先下，你先下。我知道的。之前有，大家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尽快，我也不要跟你啰嗦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就没有，哦，有就有这样子，然后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哈。深呼吸，慢慢吐气哈。要吹，你看机器，你这样子没有吹，机器都不会叫哈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你不要这样给我故意，好不好？你少来，防御型，我跟你说，深呼吸，好，深呼吸哈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，大力一点，你不要这样子哈，你刚刚有吹一下下有成功了哈，就机器会叫哈，好不好？来，深呼吸，吐气。昨日22:36，警方于大溪区建设路211巷内，拦截一名未开大灯之机车驾驶，期间利用多功能酒测检测器发现驾驶有酒精反应，原警立即请机车驾驶下车并接受酒测，经酒测值达0.59毫克，依法将其逮捕。讯后依公共危险罪，已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管六管六管。